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第五小节应试317谓也者，立德之基也，事也者，行义之助也。圣人道基握住，知成天地之化，使万物顺焉，人伦正焉。这一条出自于卷46中论。基就是织布的器具啊，柱是织布机的梭子。那么这一条是第五小节应试第一条。这一条讲谓也者，谓就是我们现在讲职位或者是地位，职位你的职事地位，担任某个职事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职位呢，好比是建立仁德的纺织机，这用织布的机器来做一个比喻的。这个职位啊，就好像那个织布的纺织机，是建立仁德的纺织机啊，这是比喻啦，好像是纺织机一样。这个职位啊，是建立仁德的。那纺织机大家都知道是织布的，是用这个织布机来比喻。职位啊，是建立仁德的，如同机器一样。权势呢，好比是施行道义的梭子。那么圣人是脚踏纺织机，手握梭子，编织成天地的美好教化，使万物和顺，人伦关系端正。那这一条就是用这个纺织机这个机器来比喻这个职位权势在圣人手上，他是来把它编织成人与天地之间的美好教化，使人与万物都能和顺，人与人之间关系能够端正。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